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跪下，说：主啊，可怜我的儿子吧，他有癫痫病，非常痛苦，常常跌在火里，或是掉进水里。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，他们却不能治好他。耶稣回答说：不信又败坏的一代，我要和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？我还要容忍你们到几时呢？带他到我这里来。于是耶稣斥责那邪魔，邪魔就离开了那孩子，孩子立刻痊愈了。事后门徒前来私下问耶稣说：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？耶稣对他们说：因为你们的信德很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的信德像一顆芥子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从这边移到那边，他也会移过去，而且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上主的话。